Hello， 出发喽！正常使用中。来往哪边走呢？哎呦！小心一点嘞！些地方就是明明就是上班时间，可是还是会很多人。这就是台北，我想要碰到镜头。我刚刚写一个建议，就是每台 U Bike 左边都要加一台后照镜。你可以调右边这个啊，你都调右边这个啊，嗯，你就现在下坡好不好？不踩太慢了。好久没有这么悠闲了，好奇怪啊！